你是谁? 啊, 我叫何英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? 哦, 我是叶冲的朋友, 这是我家,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? 哎,我在跟你说话呢, 你跟叶冲到底是什么关系? 你是怎么进来的? 啊?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冲哥为什么要救你？你去问你哥哥。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吧？你不知道冲哥最讨厌这些花花草草吗？他跟我说。 家里养一些花花草草，这样家里就会有人气，他就不会觉得孤单了。孤单？他是那种被扔在死人堆里，估计也能一觉睡到天明的人。哼，你说他会孤单？是个人都会觉得孤单的，叶冲他也会。 何英，买花了。对，我看这个花挺好看的，所以就买回来了。把花给我吧，我去放起来。叶冲的妹妹，你要不要留下吃晚饭？我不饿。春子。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，日本人最终的目的，是把香港的人口控制在70万。70万？嗯，光香港本地的居民就有100万人，70万，也就意味着还有30万的香港居民要被他们驱离。日本人的意思是，他们只能养得起70万人，剩下的除了日本人，不管是香港人还是什么人。 全部驱除。这个情报太重要了，你马上回去，一定要搞清楚他们这次行动的具体实施方案。好，站长，这是全香港现查所的负责人以及人员配备的名单，您给我们一下。 你的工作很有成效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，就查清楚了香港所有的现查组织，还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情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向上峰给你请功。这都多亏了站长的栽培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嗯，去吧。 站长，我。 你是想问薛平的事情对吧？对，他是你一手栽培出来的，而且党国没有亏待他，他为什么不回来？蓝宝，你要记住，现在是战争时期，任何地方都是战场，你不能恋爱。 任何使你留恋的人和事物，对你的发展都是一种阻碍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故地重游，一切都还顺利吧？他们都相信了我说的话。很好。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？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。这就是说，他们对你还没有完全信任，也就是说，你做的还不够。你拿着这块表，到这个地址，去找一个叫伯恩的人，他会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我曾经在你们这修过表，可是现在这块表又出了故障，表面朝下，影响百轮摆动不畅，而且还有轻微的摩擦音，所以想请你们看一下。嗯，请稍等。你是陶宗伯的人？正是。这是最新型的监听器，
有四分之三的香港市民都要被驱逐出境。日本人是不是疯了？哦，对了，这是今天晚上那位同志给我的，香港民主人士还文化界人士的名单，日本人可能要先对他们下手。今天早上的消息，我们已经把第一批青壮年全部送到西环的羁押所。多少人？4000。一共呢？20000人。好，今天尽量抓紧时间，争取早日完成任务。是。老刘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你这边能够给我一份准确的名单吗？我们已经送出一批人了，但是还有200人呢，滞留在白石龙。不过名单我可以马上写给你的。好。这份密电是今天早上传过来的，你去帮我核实一下。营救路线没什么变化吧？原本呢有2条线，一条是西线，是陆上交通线，是从青山道经泉湾、元朗、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；还有一个呢是东线，水上交通线，是从九龙经西贡村、鲨鱼涌、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。但现在主要有这么个情况，元朗有一个交通站前不久被日军破坏了，不过我们正在尽力的解决。行，我知道。这项任务一直是由你们东江纵队负责，而且一直有条不紊。日军马上就要大遣返了，虽说现在还没有开始，但是你们要抓紧时间抢在他们前面。而且营救行动你们已经十分有经验了，所以这次行动一定不能失败。好。可是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呀。有那么多人都还在白石龙，他们也要吃要喝。老刘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。我记得他们之前每天每个战士的伙食标准只有5钱的生油和1角钱的菜金，现在就更难了。老刘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嗨，老魏，马上去从我个人账户上去给他们支钱。好的。不过我觉得你有必要就此事电告一下上级。我知道。啊，还有，这次我们带了一些文化人士对路线的具体意见，你看看，希望能向上级汇报一下，让他们和我们都心中有数。
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老刘，还有，你把下一次准备迁移的60人的名单、时间、地点全部给我，我一并向上级汇报。好的。这次的任务千难万险，请同志们一定要小心。来人，好。よ、少佐。清泉少佐が機材と気を取りに来いと。何か新しい機材が来たのか。はい。少佐と一緒に新機材も来ております。いいことじゃないか。どんな新機材が届いたのか知ってるか。わかりませんが、ドイツ製のものだそうです。持ってけ。は。よし、少佐。失礼します。少佐。あ、ちょっと。あ、よし、少佐。清泉少佐はどこだ。よし、少佐に会いに行ったはずですが。川哥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萧瑟，我找你扑个空，你找我也扑个空，我们两个还真是心有灵犀啊。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公事，想跟你做一下交接。听说很多电讯科的资料档案都在你那儿，能不能帮我归类整理一下？我想看看。没问题啊，明天就拿给你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找你吃饭。现在吗？我可以等你下班啊。走。你还记得我们多久没见了吗？大概2-3年吧。怎么了？3年零116天，你记得这么清楚啊？我当然记得清楚。这3年零116天里，我没有一天不想你。哪像你啊，早把我给忘了。冲哥，我特别想问你，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吗？哪怕一分一秒都没有对我动过心吗？纯子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要的人，你永远是我最疼爱的妹妹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就凉了。服务员，帮我们收一下餐具吧，甜点先不用上了。好的，先生。谢谢。
数独？没错，我一看到你啊，就想起大学我们经常玩的这种游戏了。正好今天有点兴致，我在新的科学杂志上摘抄下了一个题目，我用1分30秒完成的，要不要试一试？好啊，你知道你来中国之后，我通过破译密码的训练，在这方面可精进不少呢。今天我一定赢你。好啊，计时。准备好了吗 ？OK。3、2、1，开始。1分32秒。看来你永远都是我难逾越的高峰。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，你已经取代了我在电讯课负责人的位置。哎，说到这事儿，我还真得为你说几句话。我一开始以为我是跟你一起做电讯课的负责人，谁知道这负责人只有一个，就变成我了。像你这种真正厉害的人，居然在我手底下干活，这不是折煞我吗？佐藤将军这么做自然有他的安排，你就安心服从吧，正好当作锻炼一下自己。不行，既然我是电讯科的负责人，那人事任免我就有权过问啊。明天我就跟将军请示，让你恢复原职，我就跟他说，只有你在我身边帮我，我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。好啊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好，我留着，下次我一定赢你。好，走吧。何英，何英，你把门打开，听我解释吧。叶冲强迫自己静下心来，好好思考这段时间以来身边发生的种种变化。宫本的咄咄逼人，还有纯子的突然到来，他感到自己即将面临更严酷的挑战。Thank you.
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做这么多好吃的。你大半夜的弹琴，还不能让我吃点儿？这粥还有吗？给我也来一碗吧。外面菜吃不惯，没吃饱吧？何英，晚上本来我可以回来陪你吃晚饭的，但电讯科突然来了新的负责人，现在他邀请我一起在电讯科和他工作。你答应他了？还没答应。不要再搬家了，爸爸都找不到我们了。妈妈，你又跟谁打架了？谁又欺负你了？没有人欺负我，是那些日本来的男孩，他们在欺负涛涛。妈妈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他们都给赶走了。冲儿真勇敢，都知道挺身出来保护自己的朋友了。妈妈，那些男孩还有那些穿着黄色衣服的坏人为什么要一直欺负我们呀？冲儿知道一句成语叫狐假虎威吗？那些穿着黄衣服的人呢，就像狐狸一样。狐狸本身并不强大，所以呢，他只能走在老虎的身边。为了证明自己是强大的，他们就会欺负那些比自己弱小的动物。妈妈，我明白了，那些穿着黄色衣服的坏人，都像狐狸一样讨厌。所以冲儿要赶快长大，变得强大起来，就不怕那些坏人了。嗯。妈妈，我想爸爸了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爸爸是个大英雄，爸爸在外面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，等他忙完了就会回来看我们的。嗯，初儿你要记得，爸爸是你的榜样。嗯。稻草人是农人亲手造出来的，他的骨骼是竹园里的细竹枝，他的肌肤是去年的黄稻草，破碎的灭丝兰或者穿了孔的荷叶都可以做他的帽子。妈妈，我们是什么做的呀？冲儿呢？冲儿觉得你是什么做的？嗯，我是太阳做的。太阳做的？冲儿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因为太阳是暖和的，我也是暖和的，我最喜欢太阳了。妈妈，我们读完这篇文章就出去玩吧，好不好？妈妈等会儿还有工作要做，等做完了就陪你出去玩，好吗？嗯，好。它的骨架是竹园里的细竹枝，它的肌肉啊，妈妈，
妈妈，外面有人。快去，衣柜里躲着。江月，快开门！开门啊！快开门！江同志，快走！冰山他出事了，你们赶快走。叶冲已经很久没有梦到过自己的母亲了，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念，而是因为他不敢面对。纯子的出现，让叶冲不得不想到那个所谓的义父清泉上野，而自己的所有的噩梦也都是这个人带来的。现在我们的香港已到了危机存亡的时刻，这是香港英国政府自身难保，抛弃了我们。可是我们不能抛弃自己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我们已快临近人世悲惨之境地，在这世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。所以，我们不能苟且偷生，应该奋起反抗，让日本人知道我们香港团结的力量。站起来吧，同胞们，我们要抗日。同学们撤，梅芳，咱们老地方见，老地方见，你注意安全。哎，马丽，您看一下，这是香港。你还发什么呀？赶快跑啊！走了，谢谢你啊。你这人挺讲义气的嘛，光顾着帮别人，自己都忘了跑，傻乎乎的。啊？我好像见过你。啊？在报纸上，你是那个杀叶冲的女大英雄，是吗？啊，我刚才看你们在发传单，你是不是共产党？别说了，走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啊！总督在河道馆组织了一个茶会，你叫上叶冲和武田一起去吧。主要就是为了欢迎从东京来的委员会的两位指导员。他们下了飞机就开会，马不停蹄。你安排两个节目，让他们轻松一下。纯子，宫本少佐，听说你在电讯科的表现很精彩。宫本少佐过奖了，我是帝国派来香岛的特训人员，自然应该在专业方面有过人之处，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，不是吗？我相信你来了以后，电讯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它的价值。宫本少佐就不必再恭维我了。我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。纯子等等。宫本少佐还有什么事吗？如果你去找叶少佐，估计又得让你失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河道馆参加总督举办的茶会，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聚餐。
你们去河道馆，我为什么不能同去啊？很久没有观赏剑道了。这有徐福记的红豆糕，还有烧麦，还有山楂糕，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啊。啊，怎么，你不喜欢吃啊？可我不是共产党，我就是个学生。瞧你说的，我这里只有共产党才能吃吗？我这些就是给你准备的。你看你那么瘦，你不多吃一点补充体力，你怎么去喊口号啊？试试这个，快吃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真好吃，我都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了。嗯，我一会儿能不能带点给我的同学们呀？当然可以了，你都带走。你这样子真像我妹妹。你有妹妹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妹妹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要有一个妹妹的话，要是像你这样的话就好了。啊，今天谢谢你救了我，还有，我可以当你妹妹，我们可以结拜成姐妹。真的啊？嗯。那好啊，那以后你就叫我香姐吧。香姐。哎，那我叫你英子。嗯，英子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很有缘分。你看，这不我们还一前一后下过大狱呢。我那个时候太冲动了。怎么，你觉得你冲动啊？我还很佩服你的勇气呢。你看你，你一个小女孩，你就敢去杀一个杀人魔头，当时你的这个行为都鼓舞了我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很佩服你们这些大学生的。你们这些人比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勇敢多了，你们敢于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不像有些人那么滞后。滞后？桎梏？桎梏？啊，是的。英子，英子，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那些思想啊、主义啊，还有平时你们都聊什么事情，你们都做什么呀？嗯，香姐，你怎么对这些感兴趣啊？因为我最近接触了一些你们的思想，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。风吹了，雨狂了，云封山，走散的纷飞的几十环。